28，就是今年活动，今天有那个28，然后他这次主题是祈福思想和台湾。我是观光列车长，那112年哦，2月28号。哦，所以哦，学班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10:50，那边有个28的活动，真的很多人。这件28事件人对台湾来讲，那一个很惨痛的记忆，对吧？永远无法磨灭啊！感觉就算你要原谅的话，也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啊。毕竟你原本的家人突然都不见了，对啊，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然后就被政府这样。那我个人是觉得事件公布比较快，可以然后个人因为真的个人是这车因素的，所以我就不走过去咯，抱歉各位。然后这边有个和平之众，但是他现在太吐，是吧？28纪念馆，就是以前的那个。因为毕竟他这次新闻事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，只是我所说的样貌，这就会来这世界发生地啊，都会来看的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